身高一百，四到六岁或身高介乎一百至一百九十五之小的运动员，身高一百五十岁以及身高一百二十以上之人士，可以选择坐学车厢座位。四岁以下及身高不足一百厘米之小的不能乘坐。孕妇及患有心脏病、高血压、易松弛肌腱的患者，除了健康状况出现的病区人士，都不适宜乘坐极地时速。在排队人口期间，请勿吸烟。